到沙燕，沙燕，他做两个，一二，繁星，你的手机是用哪支？什么手机用哪支？总是问我手机是用哪支？台湾大哥大吧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对不起，我突然对我手机不了解了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我手机对台湾大哥大，哈哈哈。现在才发现，哎、欸，木木萧，哎，很可爱、欸，自己画的、欸，哎。品牌哦，苹果啊，我忘记是什么了，四 S 吗？还是好像是四 S 吧？还是什么什么 T？ 哎、欸，我忘了哎、欸。糟了，我真的对手机没研究啦，抱歉啦。哎、欸，刚好有半砖，好啦，那就是这样子，完美。睡觉，等他长大，我们就可以把旁边那些田拆了，吵死了。电脑卡到一个地步，好像一个卡通。他就是神奇宝贝的木木萧啊，你是个卡通。我们在刚做到哪里了？牛牛有了，然后田做了，再来嘞，我们还要做什么？你有印象吗？老人家记忆力不好。我角看我角色游泳、哦，之后吧，因为我玩麦块的方式比较偏，都是盖那种功能用的，比较不会盖那种建筑物，雕像会盖啦，就只是那种像大型设施，那种游泳池啊、操场啊那种没什么。没什么用处的，我就不会去盖了。像这种铁人塔、羊扭扭的东西，我就会盖这类无聊的东西。还是要改按钮啊？像我就盖这种无聊的东西。然后没有用的建筑物包括所谓的家或住宅，那这就看个人啊，有些人喜欢盖，有些人不喜欢盖啊，就没有啊。难怪我想说，怎么可能我会摆一个方块在下面？建筑想到我之前玩麦块，都开无限模式，然后朋友。为什么要炸人家咧？很可怜咧。哦，甘蔗啦，想起来了，甘蔗。我们再来要盖甘蔗的。想想哦。我。甘蔗晚一点好了，甘蔗等明天再来盖。那现在我先盖那个。先去收一下甘蔗，可能是甘蔗熟了。然后羊的话，也要去拖几只回来，开始慢慢养。不然后面会没有床。虽然好像他们是用那个啦，生怪塔，
让蜘蛛掉下来，然后缠蜘蛛丝，这样就有羊毛了。只是我现在连生怪压制都还没做，所以我应该做不出来。而且我都没有在挖啊，这样过头了，我都没有在挖方块，所以我现在很缺方块。欸，我们再来说要干嘛？哦，我看一下哦，再来的东西要活塞欸。可是我要用的仙人掌，欸，好像可以欸。等一下，那我来盖那个好了。我先去挖。你的建筑是西式的吗？我的建筑哦，我也不知道欸，乱盖吧。欸，我在干嘛？回头。我的天哪，我在干嘛？十一点半了，那我来盖，要盖什么？要盖什么？现在缺铁，然后我要盖的那个东西会用到，还是会用到很多铁。算了，我私下再把僵尸引上去好了。那先钓鱼吧。擦火把，欸，我原本有火把吧？对，有的是。好，我们以这边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欸，秀，你是每五格擦一个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。看到秋风有拍那个火把的 mod 哦，想到先载下来，然后插完火把再把它移除。一二三四五，没事。一二三四五，是吧？一二三四，没有在插火把的距离啊。你是中间五格吗？还是中间四格？这样我要重插欸。你中间是隔四格还是隔五格？我问这个就好了。啊？快让你发问。中间五格哦，好吧，全部重插。不然我把地图给你，你帮我插完之后，再把地图还我。这个懒成这样子。啊，以这个为中心，一
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。做好了，感觉这个东西就是适合开台做啊，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就开台做啊。一二三四五六，还是其实这才是中心点啊，有没有可能啊？它箭头只朝这边呢、欸。刚好啊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，嗯，不对，歪了是吗？1 1 2 3 4 5 6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一二三四五。六，我想说我也太厉害了吧，太会插了吧。林太红安安，今天开台到12点哦，平时开台就到12点啊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嗯嗯，那平时插火把也不是我的工作啊。这时候哪个白痴在我旁边喊一二三，我已经扁他。我是不能被干扰的，一二三四五。但是又很喜欢干扰别人啊，做人就是这么机车且枯燥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六。啊！一二三四啊！那顾讲话要一二三四啊！
这边就错了吗？一二三四。三四五六，哎，就是这个 Y。怎么会这样？一二三四五，啊，所以这个坏掉了。这样，一二三四五，哈，气死！还好发现得早，预防胜于治疗。一二三四六，一二三四五。啊！沙子不够啦，那乱扎沙子。不对啊，我的防苦力怕的机制也没有启动啊。看，麦够 DC 啊 ，DC 很无辜。我觉得我再不睡觉，铁巨人真的会死光光，那就让他们死吧。好啦，睡觉睡觉再擦，好恐怖哦！看你擦火把，我好崩溃。你去给我猎龙呐！看你打龙，我好崩溃哦。没有啊，这只是还没整地好吗？整好地之后就好看多了。嘿，有矿坑呢。哟。你还敢说我崩溃啊？都还没嫌你嘞，你嫌我？哈？嫌我？啊，小牛还没长大，要求浪费一个，浪费。你有在练啊？我说过我要验收的哦。然后就今天去验收的时候，在那边一二三四五六，有没有？然后继续一二三四五六。哎、欸，白天不会烧死哎、欸，那我问你，他引他去，
有用吗？村民会怕他吗？应该说他会优先打村民吗？如果真要赢的话，我要先等铁巨人都死光才能赢。哇，他们都龟裂了。我要怎么吃的？这个抓到小蓝，那个念歌啦，低能，那念小蓝歌。好，那个萧子三晚安，晚安晚安，然后罗月晚安晚安。小蓝哥很好抓啊，你是有去看那个吗？有看那个稀有生物怎么抓的吧？好啦，我们再来最后的一二三四五六吧。没有，你为什么不看？看了比较好抓哎、欸，一二三四。我全套宝二的钻装还爆了一个盔甲，你怎么？你是说团团吗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全部哦被突袭在第三层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过来，你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不要过去，那边很危险，过来。
为什么要如此强迫症呢？为了好看啊，你看，等如果这个地整平之后，人家看下去，好丑，好丑啊！我就不喜欢挑沙漠齁啊，好死不死沙漠才有，怎么那么臭？我天哪，我以为可以很好看呢，可能要晚上吧，晚上夜景就好看多了。好啦，晚上我们再上来看一看夜景，怎么那么丑啦？啊，这边没有关呢，不会出事啊。那好像也还好耶，插火把就好了。好了，最后五分钟，我们来钓鱼吧。哎呦，经验修补。好了，哥哥看你们聊天了。哦，突袭哦，我看突袭没什么人可以打得过哎，他们不是做陷阱吗？就是在那个认定村庄的中心下面，然后盖一个往下26格还是几格的坑，然后就引突袭那边自己摔死，他们都这样子不是吗？然后我看到很多就是说，什么什么自创还是什么什么版本什么鬼的东西，看盖来盖去都一模一样啊，就是建材不一样啊。嗯，晚安，我在四分钟就关台了，晚安晚安。没有啊，其实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啊，就是什么自创那些，主要也是不想被说抄袭啊什么的，其实也没有说不对啊，毕竟像画画，你就只是可能看人家衣服好看，然后觉得这边可以再修一下，什么就画出来这样子，创作就是这样啊。像我也是去参考别人的，然后就是把它可能弄到自己喜欢的方法，就精简化啊，或是更效率啊，或是觉得这边可以这样更棒啊。不是，我很想看你打劫毁兽那一的画面呢、欸，应该是手上一直狂挥，然后就被劫毁兽顶飞。你要不然是躲在旁边拿着盾，一直被劫毁兽撞。有吧？我是不是说对了？我觉得我目前真的不能挂网欸，好恐怖哦！除非我真的把这边隔离起来，隔离区。哇，这边在打架！我来支援你了。
欸，我这边还没一二三。对啊，在掉命名牌啊。不然就是把自己包起来钓鱼，哎、欸，也不是不行哎、欸。然后隔天又看到我死在这边，嗯。我记得有木门，然后在这里门，然后。随便的建材沙子，傻眼。27个。我也不年轻了啊，干啦、啊！你们整天嫌我老，机车背吧，就你最特别。然后这时候你又会打什么 OUO 爽之类的。好啦，今天就跳了，下走。好啦，今天晚上台就开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。那明天下午会继续开，然后休息一下，晚上继续开。好啦，感谢各位，对不起咳咳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啊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喜欢；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大家拜拜，晚安。我要继续钓鱼了。